第790节，1977年1月3日星期一晚上9:20。今晚我们在3个月的休息后又再开始。在那段时期，我为赛斯《未知的十项卷一》的定稿打字，真帮我忙。我们刚把它寄给他的出版社 Prentice Hall， 现在我可以着手进行卷二了。在其他方面，我们这一阵子很忙碌，在许多事之中。我们还见了去年夏末约好的最后几位专业人士，而且很少没有未预期的客人。然而，在我们外在活动的同时，对我们而言，11月还是个悲伤与负教育性的月份。我们16岁大的猫威利去年第一次显出病象，兽医告诉我们，这只猫的心脏正在衰退。当珍在讲未知的实相时，威利常睡在他怀里。我们以沉重的心情感受到他渐临的死亡。他死于1976年11月5日，当时他在家跟我们一起。他对死亡勇敢的顺从，使我们感觉谦逊和无知，面对自然的神秘感到敬畏。因为威利无疑地怀着一种绝对的信赖死去，那是人们极难达成的。我把他葬在后院，现在我们走出或走入车道，几乎都会向我在他坟上放的一堆石头看一眼。然而在威利死后的周末，珍坚持要我们立刻弄一只新的小猫，他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将永远不再养小动物。因此我们在临近的爱护动物会找到了威利二号，他这么小，几乎只有我的一个巴掌大。在今晚这节里，他在我旁边卷睡在沙发上。赛斯已结束他给珍的保罗塞尚的世界观的序言，开始此节。此书 Prentice Hall 今年晚些将出版。在那篇序里，赛斯据他对世界观的理论传送了一篇极佳的解释短文，他是珍的书围在那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成就。然后在9:33回到灵性，有一个心理上与灵性上的极大距离分隔我的和你们自己的实相。到某个程度，鲁伯的心智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因此当我在课里说话时，我并不全然是我自己。我是透过你的实相而转移的，我有个人的特征，那些来上课的人皆知能认明我。我有一个奇特的嗓音与口音，容我如此说，那是独特而个人性的。然而我从一条奇怪的路径来到你们的实相，不涉及道路或公路，却涉及心理的戏剧之路，它向后弯曲，像进入你们人类心理的历程的途径。到某程度，我就像一个特别鲜活的、坚持的、重复出现的梦中影像，拜访这群体灵性，只是带着一个不限于梦的实相，一个达到心理饱满性的梦中影像。心理上说，在与这样的饱满相形之下，平常的意识似乎只是一个微弱的鬼影。我们曾说起梦中事件和醒时实相，创造性的本质和事件的形成。我们也曾谈及，以你们的话来说，巨大的心理的存有，它形成你们自己的实相所从出的心理结构。以那种关联来说，我的实相的本质变得有关紧要了。此地我不是在谈神奇们，而是在谈与你们所知不同的那些心理结构。以他们现在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直接的感知或经验你们的实相。以一种方式来说，他们是在背景，而你们经验的前景即从那儿浮出。他们以许多方式出现在你们的梦中，他们像是你们才自其中的布匹。他们是那些不需要名字的力量，除非为了你们的方便才命名。那些心理的结构也是伟大的能量发动者，因而也就是事件的重要创始者。他们极少实质的物质化，他们对人们的灵性需要却非常有反应，因此他们在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时候出现，带来某些信息，与某些梦可能在一个私人的心智中再现是一样的方式。以最宇宙性及最微细的方式，实质经验从内在的实相中跳出，
事件是由内创始而后出现于外的。以你们的话来说，我没有实质的存在，可是这些书却创始了相当实质的事件，使读者学习对生活有更好的掌握，扩展他们自己的意识，而变得觉知到自己更大的能力。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说我甚至是欠缺一个形象的梦中影像，但如果是如此，那么被我的言语改变了生命的每个人必定要问，梦是什么？就如我的人格没有肉体的表象而存在一样，你们自己的也是如此。你们梦中和醒时的经验对整个宇宙有直接的影响。不同的是，你并不有意识地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我知道。我改变一个世界到某个程度，虽然在你们来说，我不真正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或是在街上跟你招手，或看见薄暮与晨曦的来去。对我而言，你们的世界是我受邀访问的梦的宇宙，一个我发现很独特而非常亲切的可能实相，却是个我不再有直接经验的实相，因我不像你们一样沉浸其中。我能告诉你它的许多事，因为你们精确的灌注必然会造成一个较狭窄而集中的视角。且说在你们的梦里，你们时常造访其他这种实相，但你没学会去组织你的感知或指挥它。如果像我这类的存有形成你们自己的存在的背景，同样的，像你们自己那样的存有也成为其他这种组织存在其中的背景心理结构，在所有这种关系里，总是互相有取有欲的。因此，你们的心理实相暗含在我自己的实相之内，而我的在你们的之内，就如你们的实相暗含在威利二号我们的猫的实相之内，而他的在你们的之内。很不容易解释内在灵性的作用或在梦之后的活动，因为这种经验存在于语文的架构或意象之外，基本上是在处理心理与灵性能量的本质和行为。我是个个人化能量的源头，而你们也是的。以你们的话来说，我曾度过许多生，但以另一种角度来看，我没有以肉身活过，而是把我的能量借贷给从我的实相升起而却非我的那些生命。以同样的方式，你运生自己的梦中影像，几乎未觉察你曾如此做，没意识到你被一种逃过了你注意力的心理实相提供了动力。你所开始的梦的故事自己继续了下去，没有一个梦是死胎。这本书的每一章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写出来，使得所呈现的概念将发动你们自己的直觉，而打开在你的做梦和醒时状态之间的通路。在每一瞬，你自己更大的实相都在你四周盘旋。如果你精确地知道你如何从一个胚胎生长成人，如果你能有意识地追随那过程，你不一定会过得更好，却很可能阻碍你的成长。因为你会开始问，我这样做对了吗？那过程的完美会使你不安。同样的，对梦境的本质一步一步的图解，很可能使你太神经过敏。你会开始问，我做梦做得对吗？许多人对他们的梦怀着敬畏之心，他们怕任何不能有意识的控制的事。但如果你把你的梦想作是你自己的经验在另一个范畴的延伸，那么你的确可以学会处之泰然。你将更容易回想起梦，而当你那样做时，你将可能维持在醒时与梦境之间的连续感。当这发生时，你自己灵性的地形将更清楚地现出，不过那些地形线不会以确切的数字式的定理显出，却将借创造性的技巧、符号、感觉与欲望露出。创造性的特性在儿童身上显得最清楚，创造性暗示在一个架构内的放字，那是为他自身而被接受的，且只为了他自身。
如果在你的醒时晨光，你为自己好玩的虚构了一个梦，而后好玩的诠释它，不去担忧其中的含义，只是为了它本身，你将无心地触及你自己的夜梦的本质。你规律性的梦与你刻意制造的梦将有许多相同处，而制造梦的过程将使你熟悉意识的变换，那到一个更大的程度是在每晚都发生的。这是个极佳的练习，对那些精神架构太死板的人尤其有益。在大多数梦的研究里，对梦的游戏性和创造性太过低估。儿童们常透过游戏吓自己，却一直都知道游戏的架构。在花园里的恶鬼在晚餐铃响时就消失了，孩子回到了茶点的安全宇宙。梦常有同样的用处，恐惧被面对了，但黎明到来时，做梦的人醒来吃早餐，那恐惧终被视为无谓的。这可不是一个对所有不舒服的梦的解释，但它却提醒我们，并非所有这种事都是神经质的，或是对未来的实质问题的象征。鲁伯和约瑟有只小猫，在它伟大而充沛的肉体经历之中，它追逐自己的尾巴，攀爬家具，使自己力竭。而以多少相似的方式，人的心智充满活力地与它自己玩耍。在梦里，它自由地用所有那些精彩的、有劲的能力，没有实质回馈的需要，也不需要小心或质疑。他寻求实相，促生心理模式，他尽情地在精神活动上用他自己，就像小猫在肉体的游戏上那样。当你尝试以死板的严肃探究灵性时，他总会逃过你。你的梦也许可被诠释为戏剧，但永不会是图表。做做好事吧，别试图把梦的诠释拉下到你的层面，反之试着游戏的、想象的进入那实相，容许你自己的醒时意识上升到对事件更自由的诠释，在其中能量不被空间、时间或限制所禁锢。